先前有两个 section 啊，就是我们主要是要让大家的 image 是说在 QTS 上面啊，我们的 QTS 上面的一些环境功能。那再来是说，我们把它当作是如果是一个微师傅服务的一个机器的话，那基本上你的 application 可以架构在 EA 上面。那也跟各位介绍一下 EA。大概怎么使用？那当我的应用服务建立起来之后，我怎么去做一些备份啊？然后当我突然故障的时候，来不及去做排除的时候，我怎么让它先做一个还原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就是为大家介绍的是说，当我的机器有很多台的时候，这可能。如果是 IT 背景的人，就是会一个烦恼，就是我的 PC 设备很多，那当我 PC 设备不在我的身边，然后它出现了问题，我怎么去做一个远端的管理？还有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的这个机器设备它现在的使用情况？那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主要啊，我们在做一个远端的控制的时候啊，等同于我在控制我的这些资产。那有一些，例如说有些机械设备不在我的类似工作范围内，我怎么在远端的时候可以去管理，或者是去监控我的这些设备？那我们在 QTS 上面啊，有提供了几个应用的 App 可以拿来做一些介绍给大家知道。首先第一个啊，是我们称为 QRM Plus， 它主要的话，它可以对我们的一些 IP， 一些像是Windows 的系统啊，直接做一些远端的监控跟管理。那第二套 QCenter 的话，它主要啊是在管理我们的 QTS。那我们还有另外一套啊，叫做 Surveillance Station， 就是我除了啊从我的画面上面去看到我的机器讯息之外啊，我还可以透过camera 去看我现场实际的，可能机台上面我可以用 camera 照着我的机台的灯号啊，或者是我机台的这个位置。那当我的 local 端就是发生异常的时候，我可能可以透过一个行动装置通知我说哦远端有异常。那我就透过可能 QRM Plus 啊，或者是 QCenter 啊，去做一个远端及时的一个管理。那我除了管理之外啊，因为通常我们都只能，如果在远端的话，只能在电脑的前面去看到讯息状态，而不能实际看到现场的场景。那我就可以透过 Surveillance Station 直接去看到现场。那在 QRM Plus 的话，它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可以对 Unix 啊、Windows 啊、Linux 啊这些 OS 啊，直接做一个remote 的 control， 还有一些可以把这个机器上面的一些类似像是说 hardware 的状态啊。然后网络的状态，然后现在这个机器有没有开启，
可以把它远端的讯息连回来到我的中央去做一个监控。那除了这三个 OS 之外啊，如果你的机器设备它有支援 IPMI 的这个功能的话，基本上它还可以做一些画面上面动作的录存，就是有可能你的这个机器设备被人家乱动操作的时候，那可能发生故障，我可以透过 IPMI 里面的 KVM 的一个功能，我去呼叫当时候发生这个状态前，我的画面、我的系统上面被做了什么动作。那另外一个 QCenter 的话，刚才也说过，它主要在控制我们 QTS Gateway， 然后它主要就是说，它是对上层的我们的 Gateway Server 做一个统一的管理。那 QRM Plus 是对下层 Application 的 System 做一个管理。那另外一个的话 ，Surveillance Station 的话，基本上现在的话 ，Feature 其实是4个 Camera 可以提供给大家使用。那通常，刚才就是有提过了，就是说，当我，例如说我的 IP 人员建置是在台北，那我台中啊、台南、高雄有分公司，那分公司里面的 IP 机房可能当掉了，那我在台北的 IP 人员就可以透过 Camera 跟例如说在台中、台南、高雄的同事说，请他帮我操作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操作完之后，然后他帮我看一下这个机器上面的状态，那我同时也可以透过 Camera 去跟现场的同仁去做一些沟通。那我直接把这几个应用投影在上面让大家看一下。不好意思，因为刚才机器那我们现在来看 QR Plus 的话，基本上我就是一样把它，因为就是我们怕说那个议程会来不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由我这边先点击这个应用给大家看啊，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设定，所以会比较复杂。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我们 Marco 那边，就是可以借个 demo 的机器让各位可以去使用。那还是说会后也可以留下，有兴趣可以操作一下。那基本上我们把 QR Plus 这个应用点开，那它一样是走 browser 的方式，
进到我们这个应用的界面。基本上我们先前大概有设定了几台电脑，然后有把它整个连起。那透过 browser 会进到它的这个应用画面，然后它一样，都需要设定一个ID 跟 password。那它 ID password 基本上会跟你的 QTS 上面啊初期设定的那个 ID password 是相同的。那当我们登录的时候啊，就可以从 dashboard 上面啊去看我现在的这个网络上面所有机器的一个状态，包括各位可以看到它的 CPU 啊，然后磁碟、记忆体，然后整个伺服器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总表，然后一些日志，就是说我的这个机器设备里面啊有哪些event 行为发生过，然后包括是说我最近什么时间用我 remote 去把我这个机器可能做了一个 reset 或者关机的一个动作。那它也有提供一个网络拓扑啊，就是视觉化，让大家可以直接去看到说我这个网段里面啊总共有几台机器，那你可以设定不同网段，然后把它连起来。然后例如说我现在要进到，它上面会有状态啊，黄灯、红灯跟绿灯这三种状况。绿灯的话代表说我现在这个现场端的应用系统是开启的，那红灯的状况是这个它现在是关闭。黄灯的话，代表它现在是在 idle 一个暂停的状态。那假设啊，我今天我要进去哪一台 这个位置192.168.11.15 的这个机器，我们可以进去。刚才 dashboard 是总表，那我们可以个别进去看个别的现在这个机器的设备状态。那除了状态之外啊，刚才有讲过，就是它除了可以监看你的机器状态的一个设备化，它还可以做一个远端桌面的一个控制。
权限的话，基本上就是跟 Windows 一样，就是在你的远端桌面里面，它会有三种权限，一种是不开放的，一种是开放部分，一个是。对，基本上就是我的 QRM 在设定的时候啊，远端会装一个 Edge 在上面。对。然后，例如说，我今天要进去这个我现场端的应用去看。然后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 remote 到那台机器的画面里面。然后当我远端 remote 的时候啊，基本上那台机器的权限会被我这一端的控制端拿走，所以那台机器会出现一个登出的画面。那有谁的画面下是登出？有谁的机器画面下是？那你再输入一下他的那个密码，基本上他输入的话就会取得他，好了，取得他的控制权，那我就会被跳出。对，就是我们基本上在你的应用端的 OS 上面会去装 Engine 在里面。对，我的那台电脑如果没有电器，就不能看电器。Windows 本身的地，我知道那个是 RDP。对，我知道，我说他没有电，就是什么资源？有，他要有装电器，对，装电器，对，他要有 RDP， 你才能拿 RDP 嘛。对，是的。那所以这个啊，就是我们可以解决大部分 IT 人员啊，他在因为有时候 IT 人员的建制比较少，但是机器就很多，那这可以解决 IT 的一些部分上面的一些公司，还有就是处理现场机器故障的一个时间性。那基本上啊，就是它还有一些管理者权限的设置啊，就是你可以依权限去设置说它可能只能看啊，不能控制之类的。另外一个刚才讲的日志啊，它在日志里面啊会详细的去列出大概四种，就是有发生的警报啊，或者是事件。就像刚才有发生过，我有 user 的 login， 就
基本上 这些都会有一个做一个历史的记录。那基本上呢，如果有装就是你的机器支援 IDMI 的话，基本上它就是可以支援 KVM 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就是可以确实的知道说，当你的应用端的 OS 上面发生故障的时候，我可以去回溯我上面的东西到底被谁动了什么东西。对，它前提就是它有支援 IPMI 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也有出所谓的 Iris 的卡片，这个卡它是一个 mini PCIe 的卡片，然后插去之后，你的硬体就可以支援 IPMI 的功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另外一套啊，就是 Q Center 的部分。刚才有讲说 Q Center 它主要就是在管理我们 QTS Gateway 的一个应用。那刚才的 QRI Plus 是对于现场端 OS 的管理，那这一个的话是对于我的 QTS 本身，例如说我台北公司放一台，台中公司放一台，高雄公司放一台，然后我的总公司可能 maybe 在香港之类的，或是总公司在台北，然后我可以从台北去在上一层的控制群去看我中层 gateway 的这一块啊，它 这台机器本身的一些状态。那它一样啊，就是界面看起来有点像 QRI Plus， 就是一样是这个机器它上面的一些硬碟啊，然后它的一些发生过的 event， 然后还有这台机器是 power on power off。那当然了，它还可以做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有可能是说你发生了什么 event 之后啊，它会自动去呼叫一个服务。让你虽然人可能不能 online， 然后他可以先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排除的一个动作。然后像刚才有说的话，他可以直接去看你现在机器的这一些状态。然后像是说，如果你有机箱，你机箱上面有风扇的话，他也可以把风扇，现在机箱，风扇的转速跟机箱的温度，然后还有你现在啊，就是硬碟上面存取的，还有就是你的一些本身硬碟的一些效果。然后另外一套啊，就是 surveillance 的部分，它一样是透过 browser 的方式啊。然后基本上呢，就是我们支援的那个 IP camera 的那个厂牌还蛮多的。就是基本上你用自动社群的话，
你的厂牌的型号基本上都摄取得到。那因为刚才我们技术上有一些状况，然后先前我们有设定的资讯哦，在前面这边。那基本上这个功能有，它有点是 NVR 的一个缩小版，就是 NVR 的有一些事件触发会录影，这功能基本上它上面都有。然后它开放了四支 camera 的 license free charge 给各位这样子。那就是大概介绍这三个应用的程式。那接下来，就是在，我们也有一个功能啊，就是可以做远端存取跟监控的。然后它是刚，前几个 session 的时候，有请你们在桌面上啊，有那个 QR code 啊，可以扫那个手机上面的 app 啊，可以装在你们的所持的装置上面。那它可以由你的手机啊，去做一个远端的类似，像是资料的存取啊、备份啊，然后还有一些你现在机器，状态，就是，我现在这台机器它的，比如说，它现在，一些硬体上面的能效，就可以直接从你手机上面的 app 去看。那我们请 Gary 帮我们。好，各位又见面了，第三次了哦。OK， 那刚才有 download 到那个 app 吗？因为我们现在会直接用 app 的方式去让你可以去远端截取里面的资料，还有看它的状态。那首先你要连进这台 router， 因为我们目前架的是虚网状态，这十台里面是虚网。那我们透过 router 的部分，让你的手机连到这个虚网里面。所以各位先找一下那个 SSID 是这个 IEITEL。那下面是我们密码是我们公司的电话，刚好输一次可以加深印象。买工业电脑的时候记得打这支电话。那目前这个 router 是没有上网的状态，所以你连进去也就要变成虚网的模式，所以你必须要先下载完这两个软体以后再连哦。好，那我们这一堂抓一位，抓到自己的 server 之后举手，然后一样送赠品，赠品我再送一样。点击这个打开之后，看这个画面，然后按新增 NAS。那里面会出现一大台，大概十台，就是你在虚网里面抓到。那请点自己的那一台，因为你们前面的小粉红纸上面有你的 IP address， 看这个 IP address， 点你自己这一台。点进去之后，输入账号密码，账号基本上应该已经预设的账号密码，然后这边按打勾。这两位我看到的时候已经同时举手了，所以好吧，这两位，你们已经进去了吗？已经到这里的画面了吗 ？OK， 哇，真的，
下一个还有一个 Q5 哈、哦，这边就可以看到你的一些 CPU 的状况，你的 hard disk 的状况，你整个 condition 是怎么样。那也就是说你在外面的时候啊，虽然我们现在是区网，这个 IP address 是区网的 IP address， 但是如果你家有买 Kinect NAS 或我们的工业电脑，它有连上外网的话，你从这边打入你家的 IP address， 它就会连进去。所以不管你在高雄、在台中、在新竹，你都可以连回去台北看。啊，不过要固定 IP 啦，如果它在跳的话，那你就是随时必须掌握到你自己 IP 跳到哪里去，然后都可以。就是可以看到你家或是 你的工厂的那一台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操作界面，如果有时间的话，各位可以进去玩。因为我们最后还要让各位再灌一次 Windows 2000，所以我尽量往后快一点。下一个 Q5 好，那刚才拿到正品的，我们就这次 pass 好不好？然后我们给其他的有机会拿到正品。好 ，Q5 其实操作是界面是一样的。好，从这边登入，找到自己的以后，一样 key 上 username 跟 password， 然后打勾，这边 save， 一 save 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你这一台里面所有的资料夹。这个其实跟我们在 SD station 的那个 file station 是一样的操作。进去以后，你的资料夹都可以做存取。那大家会怀疑 security 的问题，其实在我们 NAS 就是 QTS gateway 上面都可以设定权限。例如你的账号登录的时候，在这边前面的账号密码，你可以设定，例如我是 Gary 我的 password， 我进去以后只看得到，例如 home 我看不到，其他我看得到 ，top 也看得到，然后其他资料我看不到，所以是都可以设定每一个人进去之后看得到的权限。有登录进去的吗？好，就是两个，好 ，OK。OK， 这是一个远端可以做一些存储和控制，还有监控的方式。那其实我们的 QTS 在如果你到 Google Play 的话，其实有很多，比如 Music Station 或是 Video Station， 这些其实都是从远端去控制你的 NAS 来去播放，因为你把片源放在你当做一些不要说当做，我们买了一些片放在我的 NAS。有版权的，然后我透过我的手机进去做存取，然后我在这边就可以播放，而且我可以做即时压缩。例如你里面存的 4K， 我的流量可能不够的话，我用 720P 可以做即时压缩，然后再均匀过来可以让你看得到。这些功能都存在 Google Play 里面。如果各位有 Kinect NAS 或是有我们的光电脑，可以往后看。然后再来。这个是刚才 Morris 有提到的，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卖点。因为像新的 Playphone 啊， Intel Playphone、Apple Lake 绝对都只 support Windows， 所有的6代、7代以后都不会再 support 旧的版本。那这会造成什么样效应？我们以前在写的工业电脑的程式，可能 XP、Win7、Win8.1 的，都被强迫的必须要去重写或是做修改。可是如果换了我们的 VM 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一台 Tank 或是 PPC 里面做。你们一样的资料做一个操控，然后做一个和平的转移。所以我们现在从 Windows 2000开始 support， 一直到 Win 10都有。好，接下来让我们大家灌一次 Windows 2000，应该很多人已经很久没看过 Windows 2000的开始画面了。这个大概5分钟就灌好了，因为 Windows 2000的时候。的版本会比较小 ，Win 7会比较长一点。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 VM， 也是刚才那个 HD Station 里面的 Virtualization Station。然后我已经帮各位预放好了，一个资料夹，精选 From NAS。就是 from 你这个 local 端，现在我已经帮各位预放好在里面了。还有一个 Win2000QVM 的档案 ，Win2000QVM， 我们一样啊、哦，第一个开机开出来 Win2000 的请举手啊、哦，然后按
按 Next， 找到这个 Win2000 打 QVM 这个档案之后，按 Next， 然后你会选择你要几个核心，然后你要多少的 Memory。基本上我们设定一个核心两 G 的 Memory 就够了，因为 Win2000 真的不需要太大效率。然后就按 Import， 那就开始做。他就开始做 import 动作。刚才看到我一开始上来的时候给各位看到那个 video 啊，其实他就是做这些，做完之后他就跑完，跑完之后你按一下 VM info 就会到这个画面，这个大家应该已经操作很熟悉，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这个。然后 start 完之后 console 就会出现这个画面，只要出现这个画面的就请举手啊。今天发这里应该是给修给我发的，可是因为预算不是很足够，所以让中年大叔出来发。一般来说五分钟之内就会撞到，那刚好五分钟后就是我们下个 session。我们有第一位来宾出现了，他已经登录到工作室两千。我们再抓一位哈。
那我们来欢迎那个 Kevin 的专案经理张经理来为大家介绍。Okay, 大家好，那个我是 Jeffrey。那目前在 Qnet 这个 IoT Solution 的一个部门啊。那今天来主要是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在 QTS 上面一个新的一个产品，叫做QLX Real Light。那目前的状况是，这个是我们的利用 NAS 啊，然后我们透过这个软体把 NAS 当做是一个Private IoT Cloud。那目前的状态就是现在我们在四月底进入 release 的第一个 beta、哦、所以在如果有这个QNAM NAS 的一个朋友可以去这边做 download， 然后我们在这个月底会有一个1.0的正式版、哦、会 release， 然后目前来讲我们也在做一些测试，就是说跟一个IEI 的这些工业 PC 上面做测试，那应该在这个IEI 的这些工业电脑，在他们这个更新到最新的一个 QTS 的一个版本之后，那这个软体也可以在这个工业 PC 上面做下载。这个是目前的一个status 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大概是今天的我这个 session 的一些 summary 啊。那首先我们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是物联网 IoT 啊。那接下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私有云的一个解决方案啊？我们稍微比较一下这些私有云跟公有云它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啊。那接下来我就会介绍一个的这个 QLX Suite Lite。那另外有一些 case study 啊，目前我们跟一些SI 啊在一些合作啊，然后目前他们这些POC 都在进行当中。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是 IoT 啊，就我们从去年开始啊参加了很多展览，然后不管是这个台湾的还是我们到国外啊，不管是这个CSCB 或是德国的 Berlin Wall 啊，参加很多展览。那我们跟一些很多厂商啊，我们有些交流。那就是对这些industry 的厂商，他们针对这个物联网啊，其实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啊。是要一个安全的一个网络连线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云平台的一个架构啊，让这个一些感应器的一个资料啊，能够顺利的这个传输到这个云平台，然后云平台有提供一些功能，能够将这些这个大量的这些感应器的资料能够转换成这个有用的一些information 啊。所以呢，就说针对一些工业的用途的话，就说他们最需要的话，就是一个这个connectivity， 还有就是说这个data 的一个处理或是储存啊，这个是他们对物联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期待。那目前大家对这个 IoT 物联网的一个认知啊，都是把所有的这个sensor 啊，感应器，还有这个 device 或是开发板，全部都是连接到这个公有云啊，不管是 Amazon 啊 ，AWS 或是 Microsoft Azure 啊。目前大家都是对看到大部分的一些文章报道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呢，这样是一个最佳的组成，这是一个最佳的方式吗？其实我知道在很多的场合啊。其实这样的一个公有云的架构，它是不适合的啊、哦。像比喻来说，就是这种工厂的一个应用，或者是说在一些公部门的一些应用，或者是说医疗医院的应用啊、哦，其实他们其实是不允许说吧，有可能有些是因为法规或者是一些环境的一些特定这个环境的一些因素，他们不允许把这个资料，或者是说不容许把这个资料。哦、把它上传到公有云、哦、那就是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们才提出了这样私有云的一个 solution。那接下来我就是大概我就很快的比较一下公有云跟私有云的一些不同。好，这边看就是 resource 的部分啊，就是公有云上面的一些 resource 或是服务，啊，它是public share 啊。那在私有云方面呢，它是就是它是只有这个 share 特定的某个 dedicated 的一个 user 啊，就它可能是这个这个资料的拥有者，或是说这个工厂的一个这个拥有者啊。但是呢，在公有云方面，这些resource 这些 service， 它是这个提供给这个不特定的一个user 啊，所以你只要在公有云上面有注册的话啊，你就可以去使用这些公有云平台上面的一些 resource 或是 service。所以呢，就说以公有云来讲呢，它是比较适合，就说这个没有那么机密的一些资料啊。那在私有云的话，就说它就可以，因为这个云平台的私有云的这个 owner， 它本身可能就是这个资料的一个generator， 啊，所以呢，它就适合就说一些比较confidential 的一个资料的一个处理。那另外呢，你要使用公有云的话，它就是它的一个传输上面就非常的一个依赖这个 internet。所以呢，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公有云的话，就说一个stable 的一个internet， 它是必须的啊。那以私有云的话，就说我们是可以通过 internet 或者说local 的 network 啊，或是这个任何的一个连线模式啊，都可以来做使用，来就是看说当时你所使用的这个私有云是用在什么样的应用、什么样的场景。哦，那另外呢，就说在一个成本上面的考量，就说私有云公有云的这些服务呢，像Amazon 啊，或者说微软，其实他们的一个收费方式可能是按照就说月费，或者是说它有多少的传输量，它可能是几百万个 message 啊，然后可能要收多少钱，所以呢，就说在初期的话，其实user 他会有点 confuse， 他有点难去预期说他可能这个他使用的这个服务，他一年在长期一年两年的话，他的一个成本会需要多少的一个钱啊？但是如果使用私有云的话，他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 one time 的 cost， 因为你可能是需要买一个硬体的一个设备，那再加上上面的一些应用，好，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公有云跟私有云的一个比较，好，那由于这个公有云的以上所提到的一些它的一些特性呢，所以呢，就说公有云它会面临到一些挑战啊，那第一个呢就是security 跟privacy， 好，第一个我们讲到这个 privacy。你如果你要使用这个 Amazon 的 AWS 或者是说 Microsoft Azure 啊，但你就要苦业账号。那苦业账号呢，就说有一个除了你的基本资料之外，就是你需要用信用卡。好，那你把这个信用卡的一个 information 这个提供给这个公有云的一个 provider， 那当然就产生了一个privacy 的一个因素，万一就是说他们被 hack， 那这个的你的信用卡资料，我们个人资料就可能会流出去。那再来就是一个 security， 好，当你把使用公有云，你把这些感应器的资料存上这个公有云，好，那这个公有云的这个 service provider， 它可能会用你的上传的资料，它可能去做其他的用途，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看这个一些bandwidth 还有 storage 的一些 challenge 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当你使用这个公有云，就是说你把所有的一个感应器的资料没有经过处理，啊，就全部上传，透过 internet 上传到这个公有云啊。那第一个呢，就是造成这个网络的 traffic 啊相当的大啊。那再来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说当
你这么大量的资料啊，传到这个公有云，透过 Internet 传到公有云，第一个就是说你的一个网络的频宽，好、啊，在还有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你的初期，其实你对这个使用公有云所它的一个 cost 其实并没有办法那么准确的去预测。那另外呢，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是要使用公有云的一个服务的话，就是说它非常的仰赖一个稳定的一个internet 啊、哦。万一呢，就是说你在某些场景，比如说你可能是在农业哈、哦，它可能它的一个场域呢，它可能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啊、哦，它的一个internet 就是你要拉一个 internet 到这样的一个农业的应用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或者说在某些时候，哦、你的这个 internet 它不是那么 stable， 那这可能会造成就是说你开发的这个物联网应用它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完成它的一个工作。那就说这个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连线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也是当初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私有云的一个云平台的solution的一个因素之一，啊，那就算你有这个internet 好，但是就说在某些时候你可能因为一些因素呢，造成就说这个你的网路塞车啊，你的一个资料它送到公有云，它产生了一个 latency 的一个因素啊，那这样的一个 latency 在某些场合上，它可能会带来就说一些damage 啊、哦，那这边一个例子，比如说工厂，好、哦，你的工厂，比如说，你把一个你在你的这个生产机器上面安装了一个温度的感应器，那你可能有在公有云上面开发了一个应用，可能你的机器的温度超过某一个值的话，哦、可能会出一个一些 action 啊、哦，比如说开风扇，还是在更温度再更高的话，你要把这个产线把它 shut down 啊、哦，那就说在如果你就是这么的运气这么不好啊、哦，当你要把这个温度的资料送到公有云的时候，也许这个 internet 可能断线了啊、哦，你的这个中华电信它的断线了，或者是说它这个网路塞车啊、哦，那就说让你的这个温度的资料啊、哦、上传到这个公有云啊、哦，那公有云做完判断之后，再下一个场面下来。它所花的时间比你当初在设计这个application 的时候还要久，好、哦，那这样的一个 latency 可能会造成，就是说，你的这个机台上面的可能风扇或者是说机台没有办法及时的做关闭，好、哦，那这个就可能会造成，就是说你的产线上面的一个damage。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一个资料的一个及时性，好、哦，就是说你在你这些感应器、你的 device、哦、其实都在 local 端，但是就是说它要产生一个如果你使用这个私有云的方式的话，就是它可以很及时的去产生一个dashboard， 它可以很快的把它做一个视觉化，哈、哦，让你去很快的去做一个判断。那当然就是说你把这个资料送到公有云的话，它你还是可以在公有云上面它有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仪表板的服务啊，去看到你的这个sensor 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资料，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么不像在 local 端这么样的及时。啊，那所以呢，就说我们在 QNet 提出这个 QLD Suite 呢，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个资料的收集，还有资料的处理，还有储存，还有这个视觉化啊。我们提供是一个，在这边我们提供是一个local 端一个私有云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我接下来就来看看QLD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啊、那这个 slide 呢，主要是解释就是说大家普遍的一个 IoT application 它的一个流程啊。哦，可能在第一步的时候就说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开发板，有很多的 sensor 啊、哦，它会第一步我们就要这个收集这些感应器啊、哦，这些 device 的上面的一些资料啊、哦，
透过不同的一个通讯的 protocol 啊，可能是走 IP 的网络，可能是LoRa 啊等等啊。那当资料收集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资料的处理啊。那资料的处理可能就是说会透过一个所谓的rule engine 啊规则引擎啊，我们去在规则引擎里面去制定说这个资料，当我收集完之后，它应该去做怎么样的一个processing 啊，可能然后另外就是或是做一些判断啊，它是不是还要再去针对，就是说你这个 device 这边去给它下一些指令，让它去做一个怎样的一个 response 啊。那当然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说一个资料的一个储存啊，当我们需要在长期再回头来看，就是说在某一段期间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温度啊，它的一个趋势到底是怎么样子啊。那这个是data processing。那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资料啊，就是做一个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啊。那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完基本的一个 IoT application 它的一个流程步骤啊。那这个部分呢，就说我们的 QLD Suite 呢都有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功能。那另外呢，就说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这个 user 使用者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哈、哦，他需要利用一些公有云或是 server 里的一些 service， 比如说他可能有些资料，他可能需要做一些AI 或是 deep learning 的 analysis， 或者是说他需要更 fancy 的一个仪表板 dashboard 啊、哦，那所以呢，他可能会希望就是说他把这个资料呢，他可能再送到一些公有云或是 server 里的 service 啊，那或者是说他可能需要透过 mobile 的一个 device 来看这些，或者说他需要把这些感应器的资料啊，能够除了就是说在我们这个 QLD Suite 所提供的 dashboard 做呈现之外，他可能已经他那个企业里面他本来就有一个既有的一个系统啊，他希望把一些这些资料也在现有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系统网页里面做呈现啊，那这些 requirement 呢，啊，这个我们的 QLD Suite 呢都有提供一个完整一个功能。好，那接下来看什么样是QLD Suite 呢？它到底提供了哪些功能啊？那第一个就是说对不起，好 ，QLD Suite 呢，我们有提供的一个 SDK 啊，那针对这个开发版的一个developer 呢，就是说它可以去整合这个 SDK， 让它可以很快的跟这个 QLD Suite 呢去建立一个连接，好、啊，那QLD 的 device gateway 呢，它 support 不同的一个 protocol 啊，它 support MQTT、COVID 还有 HTTP。那如果使用者需要更这个 secure 的一个连接的话，我们也是透过MQTTS 还有 HTTPS 的一个 protocol 啊。那这个device 或是开发板这边的一个开发人员，他可以去整合这个我们 SDK 啊，来跟这个QLD 的 device gateway 去做连接。当这个device gateway 呢，它去收到这个 device 上面的一个资料呢。这些资料呢会 pass 给这个规则引擎来去做处理啊。那另外呢，这些资料呢也可以在这个 dashboard 这边呢来做一个末端的一个monitor 啊。那这样子呢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IoT 的 application 啊。好，那这边有提到，另外就是说，在更进一步呢，就是说，我们也提供去 support 这个 hybrid cloud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这边提到就是说，当这个user 呢，他有这样的需求啊，他需要再把资料啊去送到 server 里的一个 service 啊，也许可能是做一个 deep learning 的分析的话啊，那或者说更 fancy 的仪表板呈现，那我们都有提供这样的一个 API， 还有方法，我们还提供这个文件啊，教使用者怎么样再把资料啊送到这个 server 里的一个 service 啊。
或者呢，就是说要另外呢，就是说再把一些这个 dashboard 的一个这个 widget 啊、哦，如何隐蔽在这个现有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系统网页上面啊、哦，这个我们也提供很完整的这个文件啊、哦，来教使用者怎么样去把它这个所产生的一个仪表板的 widget 怎么隐蔽在这个现有的一个系统上面。那这边就是QLT， 刚刚有提到我们这 QLT Streamline 它 support 的一个 protocol 哈、啊，这个 HTTP、HTTPS、HTTP、HTTPS 来跑 web。好，那另外呢，针对一个这个初学者呢，啊，我们针对这三块这个开发板 ，Arduino 云、Raspberry Pi 还有 Intel Edison， 我们有提供这个快速部署的一个精灵啊，所以就说使用者呢，他只要跟发了这个精灵的大概几个步骤呢，它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建立它的第一个 IoT 的飞雪。那但是这不意味着就是说 QLT Suite 呢，它只能去 support 这三块板子啊、哦。你只要就说任何的开发板啊、哦，不管是除了这个Arduino 云、Raspberry Pi、Intel Edison 啊，那其他大家比较常用的可能是MTK 的这个7688、哦、或是其他的一个开发板，只要它有 support 这些 protocol 啊、哦、MQTT、HTTP 啊、哦，它都可以来跟这个 QLT Suite 做连接，然后把资料啊、哦、送到这个 QLT Suite 来做一个处理。好、哦，那当你登录了这个 QLT Suite 呢，这是它的一个 landing page 啊、哦，那这边我们提供的一个。大概快速的讲解这个 landing page 上面的一些功能啊、哦。第一个呢，就是说跟我们的NAS 上面的 app 一样呢，它会提供一个这个这个 server 上面的一个 performance 一个 status 啊、哦、，CPU 还有这个 memory 的一个使用率啊、哦。那另外呢，这边有可以看到，就是你进来这个 landing page 的三大块啊、哦。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的system type 啊、哦。那在这里呢，我先解释一下这个 scene。这个 scene 呢，在这个我们的 QLT Suite 呢，它就是就是等同于就是说开发板啊、哦。那这边呢，就说开发板类别啊、哦。那当你第一次使用这个QLT Suite 呢，这个开发板类别呢，它的 default 是3啊、哦。那这个3呢，就是刚刚我提到，就说我们有提供这个快速部署的这三块这个开发板啊、哦。那当然就是在未来呢，我们会测试更多的开发板，所以这个开发板。这个类别呢 ，default 的类别呢，在未来呢，它的 support list 的它会更长啊、哦。那这个 things 呢，就是说去在 QLT Suite 注册的这些开发板这些 device 啊、哦。那在 IoT application 呢，就是说你自己去主页的这些IoT application 啊、哦，这些应用啊、哦，还有资料处理的一个流程。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提供这个预设的管理啊。哦，还有一些系统管理的一些功能。好，那刚刚提到就是当这个资料呢被这个 QLT Suite 收集来呢，就是说它要经过一些 data 的一个处理。那这个步骤呢，我们这个是需要这个规则引擎。那我们去整合了这个open source IDM 这个Node-RED 啊、这个 Lua Engine。但是呢，我们不单单只是把它这个整合进来、哦、我们也做了一些客制化、哦、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边、哦、你们的左上方这一区 QNAP 这一区，这上面开这绿色的这几个 Node 呢、哦、是我们客制化、哦、提供的一些这些 Node、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 Node 简单介绍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哦、那第一个呢是Q Dashboard、哦、它可以让你很快速的把这些这个经过这个 QLT Rule Engine 所处理过的资料呢，哈、哦，能跟这个 QLT 的很快的在 QLT Dashboard 这边做呈现啊。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资料的一个收集啊，这个我们提供的这个Q Broker 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Q Broker In 啊，就是帮助这是帮助这个 Device 配位呢啊，他去呢subscribe 这个 MQTT 的 topic 啊。把这个 MQTT 某一个特定 topic 的资料把它收进来，
那另外呢，就是说，当它也可能你的一个 IoT 的 application 呢，你可能也会去注册别人的一个MQTT 的 topic 啊，或者说你要发出一些 HTTP 的一些request 啊。那这边呢，就会透过这个 Kubelet 这个 node 啊，来帮你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是 Q database 啊，就是把一些收集到的资料呢，把它储存到一个资料库里面。那这个Q storage data 呢，就是把这个资料呢，从这个 database 呢，再把它 retrieve 出来啊。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会可以让在很快的就可以得到，就是说这个历史资料的一个最大值、最小值，还有一个平均值。那这个是我们 QIoT Suite 的一个 dashboard 啊。那我们整合了这个Reboard 啊这样的一个 dashboard 的一个软体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对它做了一些个制化，所以呢，它可以提供的一些数字的一个information 或者是图表，或是一个曲线图的一个 information， 或者说你也可以做一个location GPS 的资料的权限啊。就说如果你的一个device 安装在不同的一个 location 你想在这个 dashboard 里面去看到，就是说它你同样一套系统它安装在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那你可以把去拉这个这个 location 的位置进来这样。好，那刚也有提到说，如果你需要就说一些 third-party 的一些 service 的话啊，那在这边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QIoT 的 dashboard 呢，我们已经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仪表板功能，但是呢，如果你需要一个更分析的一个 dashboard 的呈现，或者是说一些分析的话，就是说，在这个例子呢，我们是用这个 Microsoft Power BI 啊，我们有提供一些文件啊。然后教你怎么样把这个资料再传到这个 Microsoft Power BI， 好，让你去做一些更 advanced 的一个资料的分析，还有一个 dashboard 的一个呈现，所以这边我们试过了，就是 Microsoft Power BI 还有这个 Amazon 的一个 QuickSight 这样的一个两个不同的一个dashboard 的一个 service， 那这边呢就说这边也提到，就是我们跟公有云的一些他们一些 service 的不同啊。当你使用，比如说假设你使用的是一个Amazon AWS 的一个 service， 如果你使用这个 Amazon AWS service， 那你只能，它会限制你，就是你只能把所有的资料啊，就是往他们的AWS 啊去做传送啊去做处理。其实它没有提供一个，就是说再把资料再 redirect 到别的这个service 这样的功能啊，比如说你把资料送到这个 AWS， 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再把资料再传到，比如说Microsoft Azure 或是 Google 的这个cloud service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 QRT Suite 跟这些公有云所布局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好，所以呢，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 QRT Suite 呢，它针对这个从 device 来讲 ，sensor 这边来讲呢，它扮演的是就是一个云平台啊。所以呢，这个不同的开发板呢，它可以把资料呢透过整合了我们 SDK， 很快的把它送到 QRT Suite 啊。那在这边呢，去设计它的一个data processing 的流程，它就可以完成一个IoT 的 application。那对于这个一些 third party 的一个service 或是 application 来讲，就是 QRT Suite 呢，我们扮演的是一个类似 gateway 的一个角色啊。它可以帮你的这些你的 IoT application 呢，再帮你这个redirect 到别的 third party 的一些service 啊，让你去做一些更 fancy 的资料的分析啊，做一些 AI deep learning 的分析，或者说更 fancy 的一个dashboard 的一个资料呈现。
那当然呢，就说如果你需要你的 IoT application 呢，需要跟这个我们 TuneNet NAS 上面其他的一些应用 application 去做连接整合的话，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surveillance 的功能，啊，去做连接的话，那我们也这个也提供文件，啊，让你怎么样去透过一些API，啊，来跟我们这个surveillance 的 APV，啊，来做一个连接，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个 motion sensor，啊，motion sensor 送到这个 motion 的资料送到我们 QRT， 那可能你这资料一个 motion 你要去启动这个摄影机，网络摄影机，那你就可以这个透过我们 QRT 处理呢来跟这个我们这个QVR Pro，啊，来做一个连线，啊，所以就说透过QRT 处理去 trigger 我们 QVR，啊，去做一个录影的一个动作。那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那接下来提到就是说我们对 QRT Suite 的一个定位一个 position 啊，就是说我们认为是把这它是一个intelligent 的一个 IoT cloud 的一个 platform 啊，它是一个共通的一个云平台，所以在上面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呢，我们去跟很多的一个 partner 啊，去建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然后针对不同的一个 vertical 啊，去应用啊，能够利用我们这个 QRT Suite 呢，去这个加速他们这个物联网这个应用的开发啊，或者是说他们去让他们在开发上面能够更快速啊。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能够成功的条件呢，它是必须建立在各种不同的一个vertical 的一个 application 上面啊。所以呢，目前我们会跟就是很多的一些业主，还有就是说SI 啊，不同 vertical 的 SI， 我们去做一些合作啊。那待会我介绍就是我目前在合作的 SI 的一些case study。那针对这个QLT 的 Suite 的一个使用者呢，我们也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学习的一些资源啊。那这边呢，就说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针对 QLT 的部落格啊，那部落格上面呢，就是我目前呢，我们的工程师呢在上面呢就已经发布好几篇不同的一个文章啊。那这边就有针对不同的开发版啊，怎么样来跟这个 QLT Suite 来做连接啊？这边叫这个 NTK 的16888啊，然后 Raspberry Pi Interaction Arduino 啊。那另外呢，就说另外除了这个基本的这个开发版啊，那另外就说还有这个Glove 它所提供的这个一个 Indo 的一个环境侦测一个 kit 呢啊，那怎么样来做连接？那待会呢我会做这样的一个，我们利用这个Glove 它的一个 Indo Environment Kit 呢所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应用的 demo 啊。那另外就是我们也跟一些maker 做合作啊。我有一个就说是 Last 的哈，这样的一个maker 的 community 哈，他们就是去做一些侦测空气盒子啊，那我们也跟这些maker 在做合作啊，然后让他们很快呢，就是把这些空气侦测的资料能够在我们的 QRT Suite 呢这边来做一个资料的一个呈现，让这个使用者我们可以去侦测，就是说你所处环境的一个空气品质啊，那。这边刚好也提到，就是我们跟这个 Power BI 的连接啊，那我们也提供了这个tutorial 的文件。那目前呢，我们的工程师正在这个针对不同的应用呢，我们会开发这个去撰写更多的一个教学文啊，然后会铺在我们这个部落格上面。那另外呢，这些提到的这些教学文呢，就是我们的一些 sample code 呢，我们都是放在我们的GitHub 上面啊，所以就说各位呢可以去到我们这个 GitHub 去 download 这些 sample code， 你可能你不需要从头啊去写这个程式，你可以看就说找相近的一个应用呢去修改这个 sample code， 然后快点去开发你的这个
IoT 的一个 application。好，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也跟一些刚刚提到，就说我们除了跟一些vertical 的一些 SI 方案合作呢，那我们跟这些一些公有云的一些service provider 呢，我们有些合作哈、哦，因为就是我们希望提供的不只是 private， 那更进一步我们希望是一个这个hybrid 的一个 cloud 的一个 solution。那这边呢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跟这个 Amazon 的一些合作哈、哦。那这边提到Amazon 呢，它除了就是说它 AWS 公有云的服务，那他们最近也在推一个这个 edge computing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service 啊、哦，所以这边就是。这个是说我目前呢正在跟他们的一个Edge Computing 的这个 Greengrass 啊、哦、这边来做整合啊、哦，所以呢未来呢在我们的这个规则引擎 Rule Engine 里面呢，就说我们会提供一个Node 啊、哦，来跟这个Greengrass 呢来做一个连接啊、哦，所以呢就说如果你有一些的资料，你需要用到这个 Amazon 上面的一些服务啊。哦，那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Greengrass， 那我们再把这个资料呢送到这个 Amazon 上面，好、哦，那就可以去利用到这个 Amazon 上面的它所提供的一个各项的一个服务。那这个对于就说可能一些比较大型的专案，它需要这个比较好的一个scalability 啊、哦，那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那这个是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产品的 roadmap 啊。那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在今年的Q4 月啊，我们已经有第一个public beta release 啊。那1.0的正式版啊，我们会预计会在这个月底啊会做 release 啊。那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下一个版本，我们就会提供这个PLD3 呢，它跟这个Amazon 或是 Microsoft Azure、哦、我们会跟它有一些整合的功能，会在我们这个年底的版本里面会把它引入出来这样子。好，那以上是针对这个 QoS Suite 呢功能呢做一些介绍，各位有没有一些问题？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这个看一下，就说目前呢我们跟一些合作厂商呢所做的一些 case study。好，这个是针对一个教育学校的一个案例啊、哦，就说在这个107年课纲啊、哦，这个里面有把这个物联网还有这个 programming 的一个这个。城市教育呢，把它列为是一个必要，所以呢，就说很多的一个学校啊，国中、高中呢，啊，他们都在找一些resource 啊，就说第一个，他们要在这个107年课纲实施之前呢，就是要培训师资，那另外呢，就是要把这个物联网的一个实习教师啊，把它这个建好。那我们怎么知道了这种学校的一个网络环境呢？就说在校园里面呢。速度上面就还 OK、哦、可是呢，就说这种要这个连线到外面呢，它就很容易塞车。那你又想要做实习教室，就说比如说一个40个人的实习教室好了，那每个人会用到的一个 IP 呢，可能就会有3个 IP 啊、哦。你这个一个学生他会有一台电脑，那他比如说他在上十个他除了电脑，他会有开发板，那另外他还有。资料是必须要在手机做呈现，所以一个学生呢就可能会占掉3个 IP、哦、那如果是一个40个人的实习教师，每个学生就会占掉120个 IP、哦、那如果是说你是很简单的一个温度啊，或是 lighting 的 sensor 呢、哦、要做资料的传输，当然这些资料量会比较小，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应用是一些影像的传输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就说你如果要使用公有云的，那这个就是40个学生呢都会在那边抢平宽，
那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各位想好，去刚有提到说，你如果要使用公有云的服务，你必须要去注册。那注册它就要你提供信用卡资料。好，即使说这些公有云服务，它可能有提供一段时间的一个免费的一个使用，可是当你要去补业之后，就是要提供信用卡资料。那这些学生，第一个他这个信用卡这个就是一个很多这个它就是一个障碍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跟一些教育团队啊，我们就把这样的 QLP 这样的一个solution整合到他们教材里面，然后去跟一些学校我们去做 propose。那我们目前这样的一个教材呢，还有环境呢，就是我们在一些台北市的一些学校，其实我们做过一些测试。各位看到这个照片呢，其实是在南港高工的一个照片啊，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跟这个南港高工的一个学校老师啊，我们去跟他们借他们的一个电脑实习课的一个时间，然后跟某一个教育团队啊，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介绍啊。那这个课程在这个介绍的当中，我们就使用到了一个云平台的所谓的 QLSP。那另外呢，就是一个Home Automation 的应用啊。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我QNIT 的工程师呢，其实我已经很顺利的，就是我们把做过一个 POC 的一个 demo， 就是我们利用把这个Echo 啊。Amazon Echo 啊，它的一个 Voice 场面呢，整合，然后把下指令到这个QLB Suite 啊，那QLB Suite 呢，我们去把这个电灯菲利普把它点亮，好、啊，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应用的示意，但是这个比较像是一个玩具啦，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在也在跟一些国外的这个 Home Automation 的一个Vendor 呢，我们去跟他再做一些合作，做一些整合。希望能够提供这个更完整的一个 home automation 的一个手续。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一个农业的应用啊。那刚通常这个农业呢，你刚知道这些不管它是这种温室啊，或者是说农场，通常都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啊。那这些 WiFi 的或者是说IP 网络啊。它是比较难去在这样的一个农场或是温室呢去做这个部署，啊，那所以呢，我们跟就跟这个LoRa 啊，某一个 LoRa 的一个vendor 呢，我们做合作，啊，他把这个一些感应器啊，然后加上一个 LoRa chip 啊，那它就是可以在部署在这个农场啊一些各个角落。然后呢，另外就是说，他把提供了另外一个，就是说LoRa Gateway 啊，或 LoRa Receiver 啊，它提供是一个 USB 的 dongle， 那就可以接到我们的这个NAS 上面，啊，那另外透过一些 container 的一些技术，把这个LoRa Gateway 的 information 就能够接收下来。所以呢，就是说当这个我们的 NAS 插上这个 LoRa USB 的一个 dongle 呢，这个我们的NAS 它就变成是一个 LoRa 的一个 gateway，啊，所以呢，在这个sensor 呢，它就可以透过 LoRa 直接把这个可能你温度、湿度啊，或是这个土壤的酸碱值啊，这些资料就可以直接送到这个我们这个QLB Suite 这边来，啊，那可能就说某一些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目前正在进行的案子，啊，它这里安装，啊，那就是说透过QLB Suite 呢，啊，要必须要跟它目前的这个洒水的系统，啊，能够做一个整合。那另外就是另外也安装了一些感应器，啊，在这个温室的各个角落，啊，那它的一个应用呢，就是说它。我们是跟一个做农业改良的一个SI 我们去做合作。那这个因为这个农业的改良，比如说一个新的一个
有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它的一个种植呢，通常都比较久时间啊、哦，所以呢，就说他们这样的一个农业改良业者呢，他就自己去做一些，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农业那里啊，所以呢，他们去种这样的作物呢，比如说两期、三期啊、哦，他不断的去调整这个规则里上面的一些threshold 的一些value 啊、哦，比如说到底是怎么样的湿度，我应该要去做洒水的动作。那温度多高的时候，可能我这个温室呢，可能要把这个遮阳帘，可能要这个把它怎么样做开关的一个动作，或者是说风扇啊、哦，应该要把它启动。好、哦，那这个农业改良这业者，他就是说他去做种植这样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呢，他可能种了两期、三期，他就调配出一个最佳的一个 recipe。那这样的一个。这个 recipe 呢，就储存在这个QLT 这个这个规则引擎里面啊、哦，所以呢，他就说，如果有对种植这样的农作物有兴趣的一个农民啊、哦，他就可以跟这个 SI、哦、做联络，他只要按照这个他们所提供的一个设计图啊、哦，去盖这个这个温室，还有去部署这些感应器啊。哦，那这个农民呢，他就可以第一次，他一次就可以把这个农作物呢，就可以种得很好。啊，那这个是一个温室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照片啊。那在各个角落的这个感应器啊，然后呢，透过 QRD screen 呢去控制这个电磁阀啊，来做一个水量的一个控制，还有一些还有肥料的一些控制。那另外呢，就说QRD screen 呢，它也把这个资料呢，再把它送到这个他们这个农业改良业者他们已经既有的一个系统上面啊、哦，所以呢，就说在不管是网页或者是说手机上面啊、哦，都可以去看到这些农场上温室上面的一些sensor 的一些资料。那接下来看到就是说是一些smart building 或是一些工业的一些应用。哦，那就说根据一些统计呢，就说在一般的这个厂办呢，就说去耗掉这个能源呢，哦，耗能源最多的呢就是一些这些HVAC 这样的系统啊、哦，就是一些空调啊、加热啊或是排风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啊、哦。那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呢，啊、哦，这个冷水机组呢，又是耗掉最多的一个这个energy 的一个设备啊、哦。那所以呢，我们就跟这个专门做这种工业的感应器的一个 vendor， 我们去做一些合作啊、哦。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长时间的去利用这个跟我们跟这些工业用的这些感应器啊。哦，去做一些整合、哦、把这个温度啊、哦、这些冷气组、冷水机组、哦、它的一些温度，还有其他这个 sensor 的资料呢，把它收集下来，储存在 QRD screen，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长期的一个观察，哦、来看看就说什么时候呢是这个是用电的高峰，哦、那同时也观察说是不是有什么某一个时间是不是出现一个不正常用电的状况、哦、是不是有一个漏电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在跟一个这个工业用的一个感应器的一个 vendor、哦、做的一个 POC 的案例、哦、那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是针对这个冷水机组、哦、我们透过这些去观察它这个温度的一个状况、哦、这是已经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那未来呢就是我们也跟这个 vendor 合作了，就有计划可能要把这些这种boiler 啊、哦、或者说一些smart meter 的资料啊、哦、还有一些马达的一些资料，也全部把它收集整合到我们的 QRD Suite 啊、哦、那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 smart building 的一个 solution。 好，那另外这边的一个 case 呢，就是一个智慧水塔。那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呢，就说是要去观察这个水塔水位的一个变化哦。那
这边呢，我们看可以看到，就是说所用到的感应器呢，哦，是一个UV 的 sensor， 哦，我们是用这个这个超音波哦来观察这个水位的一个升降。那同时间呢，我们也去观察这个这个水塔这个水的一些品质啊，比如说它的酸碱值，还有它的一个电解值啊。那我们来看，就是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去看看，就是说这个用水的状况是不是正常。经过你长时间的一个sensor 资料的收集啊，然后这个趋势的一个dashboard 的一个呈现啊，让这个业者能够去看到说他的这个办公室工厂里面的一个用水是不是一个正常。那这个案子另外就是说，他也另外我们这里因为他是在这个屋顶上面啊，所以呢在他也整我们在这边也整合了这个 LoRa 的一个 chip 进来。能够把这个屋顶上面的这个sensor 的资料，能够收集到我们的 TLB Suite 这边来啊。那在另外一个 site 呢，它也同样的 sensor， 它是希望把它的因为距离比较远，在不同的一个城市，所以它希望把直接把资料就直接打到这个一个中央的一个这个 TLB Suite 来，所以它直接用了这个整个的一个3G chip 啊，在它这个那个 bus 啊，这个水塔一个观测性的一个 bus 里面，好，这个是大概两个地点的一个安装的一个照片啊。那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 sensor 的一个 bus 啊，它里面就是有这些不同酸碱值、电解值的。sensor 还有温度的 sensor 啊，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个site 的一个它有整合的一个 3G 的 module， 好，那以上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在跟一些 SI 所做的一些case study。那今天另外我要 demo 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说是Glove 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这个环境侦测的一个kit 啊，那它上面呢总共整合了11个这个感测器，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控制器啊。那这边它大概是有这边看到说它有温度啊、湿度啊，还有光的一个感测器，那另外有这个 button 啊，一些控制器等等。所以呢，就说资料进来呢，我们透过这个刚刚介绍的这个Q4 Opening 啊，这样的一个 Node， 我们把这些所有的感测器的资料啊收进来，收进来之后呢，就说我们就在一些各个不同的一个dashboard 的 Widget 啊来做一个资料的呈现啊。那另外呢，就说我们也做了一些trigger action 的一个 flow 啊，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这里啊，我们从因为第三个哈是一个light sensor 哈，因为这个light sensor 这边比较好控制，当然你可以去针对不同的
其他的一个感测器，是温度啊，或是湿度啊。那因为这个光的一个，我们要让它这个数值做变化，它比较容易啊。那这边这个 flow 呢，就说，它进来之后呢，如果我把它设定了一个threshold， 比如说它这个数值它小于10的时候。第一个，它如果数值小于10，我让它在这个封闭器就发出一个 go 的声音啊。那另外呢，就说因为我这边呢，因为我这边有接上这个对外的网路，所以呢，同时间呢，它透过这个IFTTT 啊，会发给我一个 line 的一个 message。那我来看看这一个。那这个是就是说它的一个 dashboard 啊、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它那个 flow 里面就是把所有的资料接进来之后，我们就透过仪表板来做一个呈现啊。各位看到这是一个live demo 啊，外的 button 啊，这是这个，然后这个亮度这边啊，它会做一个改变。
各位，感谢 Jeffy 带来如此精彩的演说。那现在他的我们 Q&A 时间，那请站各位来。